中西啊，都用了大概4000年的历史，都已经懂得用姜黄了。到底黄姜和姜黄素一样吗？黄姜就是我们所看到的，刚才我看到的这些叫做黄姜哦。真正要摄取帮到我们保健功能，要的是姜黄素，就是在这个黄姜里面那个根部里面所萃取出来的那个黄色的。那接下来呢，给大家看一看更多的这个关于 Qnic 的独特之处。第一点。容易被吸收，我们要一个高质量，而且是容易被身体吸收。好，那第二个呢？它是就刚才我讲的这个 NovoCell 的科技，然后最重要是有效，这个呢都是做过了临床医学报告的。然后最重要呢，它是有这个 NovoCell 脂质体，它有这个 liposome，它就是它把这一个姜黄的姜黄素包起来，好像一个 bubble 酱。哦，它里面的成，它就是做到这样的一个科技，叫做 liposome。所以当我们喝进去我们的身体的时候，它就很容易，这个 liposome 它就容易分解，然后就让我们的身体吸收了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最重要是独一无二，市场上没有一个产品做到我们这样子的全部，又可以做到这个 gel form 里面又有NovaSol，同时又有 bioperine，同时又有做到 liposome，这一个才是最难得的。到底这个 Qnic 很多人都想要了解更多，其实可以帮助什么的效果？第一个。因为刚才我说了，姜黄素本身呢就有很好的这个，本身就是抗发炎最棒最棒的这个效果了。所以抗发炎第一个最重要的，它可以帮助我们修复我们的关节。所以呢，如果你爱你们的家里的爸爸妈妈，那么开始有关节疼痛的问题呢，它可以强化那个韧带，然后呢帮助我们修复我们的关节疼痛，减少发炎等等的问题，所以非常的棒。然后第二呢，哇，这个现在就是我讲的。维他命 C 丰富，它直接对我们的肺部有很好的效果。那我们都知道，这个 COVID 呢，现在已经是在，就是我们已经生存在这个环境，是没有办法避免、避开的。我们没办法改变那个环境，我们可以改变自己，我们就要服用好的保健的东西来强化我们的肺部。所以这一个产品在这个时候上市，是真的是老天爷送给我们最棒最棒的礼物。因为呢，可以帮助我们强化我们的肺部，而且增加那个维他命 C，增加免疫系统。那第三个，它就是强化我们的脑部细胞，这个非常的重要。正在考试的、读书的朋友们，或者是对电脑很多的上班一族们，或者是妈妈们，每天烦要煮什么，脑部也是用很多，时常会什么掉三忘四啊，锁匙放哪里，眼镜放哪里。我第一个就是这样，所以跟我一样的，OK。所以我非常的期待这个产品了，因为。我想要强化我的脑部细胞，增强我们的记忆力，而且最重要的可以预防老人痴呆症哦。其实老人痴呆症已经越来越年轻化了，所以这一个呢，它可以刺激到我们的脑细胞，因为这个姜黄素已经是 clinical report 有 study 有证明到了，这个很重要。所以在一包的同时可以做到这么的好的效果，实在是太棒了。所以它也有这个临床医学报告证明，它针对这个胃。就好像刚才的博士也是有说到，护胃它会保护我们的胃壁，然后胃溃疡、胃胀风等等的问题，当它修复我们的胃的细胞，保护我们的胃，那个才是最重要。人体免疫系统最重要的是你的肠胃，如果你的肠胃不好，你的身体很容易走下坡了。肠胃是我们免疫系统最重要的一环。接下来呢，就是这个提高我们的细胞的修复能力，就是说每一天我们的这个自由基呀。我们的压力等等，它都可以帮助我们做到修复的效果。所以，如果对那种有伤口啊那种都很好哦。所以，如果有这个糖尿病的朋友，还是刚刚开刀手术的朋友们，也可以使用这个 Qnic。然后接下来呢，就是降低那个胆固醇啊，它也可以好像一个清道夫这样把我们的血管。哦，就是把那个油啊全部排出来，这个很重要。然后还有呢，就是美颜美容啊，所以它最主要就是有这个大大的好处哦。